鹿谷乡妇女会召开印尼年度第二次里监事会议，会中除了进行年度工作报告，另外就各项临时动议进行讨论。鹿谷乡妇女会理事长蔡翠龙除了感谢大家的协助与支持，目前更计划要开设妇女电脑课程，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是我们鹿谷乡妇女会的第二次里监事会，我一直很感谢妇女会各位里监事对我的支持跟鼓励。今天的议案很多提议受到各位里监事的支持跟鼓励。最近我开了一个那个妇女的电脑班，我希望鹿谷乡的妇女，只要你对电脑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参与。吴瑞芳议员也到场参与会议，并肯定妇女会的用心，丰富大家的生活。今天来参加妇女会101年的迄个第二次的李干事会议感谢咱这李干事遐认真为咱乡内妇女服务，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这个妇女会，让咱生活愈丰富。许处霞议员也相当感谢，在蔡理事长以及所有里监事的努力之下，每月举办活动，让妇女朋友们能够学习各项技能，也欢迎大家加入妇女会的行列。今天鹿谷乡妇女会，我刚刚讲，真的是伊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尤其伫每个月内底拢办不同的一个活动，和咱家所有的妇女，不管说做一个联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才艺上的一些学习等等，真的是可以提升到我们妇女在生活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哈。尤其参加咱这些妇女会的一个组织，我觉得说在我们这么多年来是一个最健全的一个妇女团体，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来多多参与哦。目前妇女电脑课程预计招收30位学员，也欢迎乡内有兴趣的妇女朋友踊跃来报名参与学习，让生活更丰富。民意新闻郑志维鹿谷采访报道。